人气女团阿依芙日前全体录制了综艺 Running Man， 而近日官方也释出了节目预告。只见预告一开头，全员们就先带来现场表演，之后开始访问时，刘在写称赞全员们都好漂亮。没想到安以真竟大方表示没错，引发全场爆笑。接着刘在写问雷以学生时期是不是校花出身呢？结果雷以竟一脸忧郁的回复我没有朋友，气氛急转直下，让国民 MC 差点招架不住。有趣的是，预告中刘在写发起了向前辈提问的环节，如果没有想问的就说 pass， 结果雷以一开始就默默的说 pass，让在场所有人听了爆笑不已。而网友们在看到节目预告后也纷纷表示，好久没有女团可以全员出演了，爱芙不愧是大师女团呐，女孩们都很有综艺感，感觉这集会很有趣呢。